还欠你2万块钱呢，你为啥把我给你写欠条扔了？哎呦，2万块钱我压根我也没合着用你还，而且我，咱俩之间留个是借条有啥用啊？犯不上。啥玩意儿犯不上啊？当时不都说好了吗？我给你写这欠条。咱俩之间用分的这么清楚吗？咱俩之间必须得分清楚啊！我就是不想跟你之间掺杂这些金钱的问题。你以为男的给女人花钱就是天经地义的？我不这么感觉。我不是说天经地义的事儿，我是说咱俩没有必要分这么清。就花了2万块钱，我压根儿也不是说咱俩之间掺杂金钱的问题啊。你说平时要是咱们互相送礼物差个1-2千的，我也不说啥了。你这平白无故给我2万块钱算什么事儿啊？这是我家里的事儿，我现在是没有能力一下还你这么多，但是我可以慢慢还你啊。你看你呀，就非得分得这么清楚吗？这个事儿他就得这么分清楚啊。你愿意怎么想怎么想。什么叫你愿意怎么想怎么想呀？你能别这个语气跟我说话吗？我现在真挺生气的，你能不能严肃点？那你就放那儿，我不扔，就供着。你就给他放好了。看你呀！饭菜给你放桌上啊，赶紧吃，一会儿别凉了。借条我拿走了。我刚才还想让我保管好呢，怎么这会儿就拿走了？不管钱吗？不管钱了。回家了。我说咋了？以后还完钱就不给我做饭了？